阿哥，今天又是硬菜了。小童老不动又整个啥子硬菜哦？这个是外边硬，里边软。阿哥，你搞得动？那就差不多。一桶，两桶，切洗哈，地面先淘洗哈，再换一桶清水，放入盐巴、香油，养殖两天，土进泥沙。前两天我在红楼捡了二十斤螺丝哈，今天给阿公做酱香螺丝，陪阿公好好喝一些。先把田螺刷洗干净，再捡点尾巴方便入味。冷水下田螺，放点葱姜、料酒，烧开焯水，再准备点葱姜蒜，小米呢？八个香叶桂皮、香茅草，一把花椒，开锅五分钟，盛出来洗干净。烧油，油热下个糍粑海椒，葱姜蒜香料，再下个黄豆酱、豆瓣酱、香辣酱，来点生姜香，炒香以后再放入田螺，加入四罐啤酒，再放入金银白糖、盐巴、胡椒粉调味，蚝油提鲜，三开转小火煮二十分钟，再浸泡半个小时。螺丝没好，我先给我敷的。哦，你敷的话是假的哦。不是的，只要点击左脚链接进入手游，登录就有机会领幺八八，再配合专属的宝马挂机升级，最高还能领1000的。而且活动起来不只有红包，完成指定任务还可以领手机和金条的。要是玩得好，还会跟我一起瓜分一大奖的。时间到了，起锅之前放点鱼香菜，压热了起锅。再来把水源冲，就这个酱香甜螺，我厚一点皮，你们有个小红心，你们给吗 ？Thank you。来，我请了。要得很啊。哦，这是硬菜哦，外香硬哈，里边软。哦，太棒了。那我来尝尝门吃啊。哦，下半截不累啊。舒服，把这汤汤拿下面的给我。你蘸点汤汤哦，蘸点肉汤汤。啊，蘸下嘛。啊，挂水。嘿嘿嘿，这味道又不一样了。我甜了哈子，说起才有灵魂啊。哎呀，阿公今天我才硬嘛，确实霸道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了。如果喜欢我小付，那就去关注我们，老板，我走，我们两个人。Bye-bye.